尊敬的战友们好啊，今天是10月4号早上6:30啊，我不到5点就起床了。哎呀，昨天晚上睡了就是真是2个多小时，但是还行啊，没睡够还行啊。主要今天提前大家呢报平安视频，我今天的这个健身呢，短暂的健身健了将近1个小时啊，我希望战友们别忘了健身。昨天大家都知道我去出了听证会，海航啊倒的各种鬼和海航最后现在要宣布结束了啊，宣布结束了。海航在整个美国在西方所有的收购和所有现在的资产，它来不及卖的它基本就结束了。另外一个在海外替共产党卖命啊，替盗国贼卖命的，还有在做假正屁的，伪民运伪民类人士，搞募捐骗捐，郭宝胜这种假牧师，不管你拿过护照还是你拿过啥，末日到来了。然后大家要记住，接下来香港的港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中国的外汇储备，在未来啊，就从今天开始起，在未来的1-2周内，每天都会有新闻，大家看住，包括 A 股，上海股市场。另外，现在美国正在酝酿着一系列的立法和法规，即将马上推出。这都是影响人类，影响人类的命运，影响世界的安全和和平的。当然都是正面的。盗国贼们那种傲慢，那种想法，你像王岐山在中南海啥样，抠着脚趾头抽着烟，丫挺的甭给我来这一套，赵子乔玩啥呢，坐井观天就是形容共产党。整个习近平周围都是一帮流氓骗子啊，祸国殃民，最终祸害着他们自己啊。习近平听王岐山这号人能有好吗？难道习近平没有看清楚海航是什么样子吗？昨天一个法官在告诉我说，海航在美国的任何一份资产都会查得清清楚楚，海航的任何在这移民到美国的人和美国和任何一个美国公民、美国公司和海航做过交易的都会查得清清楚楚。1年前我说海航王岐山什么感觉呀，现在什么感觉啊。亲爱的战友们，深陷阳谷先拿剑，那不是吹口号呢，不是像那吴建民、郭宝胜委实喜怒在那吹口号呢，骗人呢，他们一定会进大狱的。共产党吓唬老百姓吓唬太多年了啊，他们是永远胜利，爹亲娘亲不是他们亲，党是伟大的，一切跟着党走，一切都姓党的。现在我走到哪儿我说到哪儿，我就拿着那个本儿，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政策。现在海外几百万人不能回这个国家，因为就是不认为爹亲娘亲是对的，爹亲娘亲不是党亲是对的，就认为他们这儿一切都听党的，一切都是党的，那是不对的。范冰冰的事件也引起很大反响，我说明星他想怎么睡怎么睡，不听话叫你叫不带队把你抓到监狱去。整个马云事件在西方掀起巨大反响，我说如果我原来我蒙的是海航，那我能蒙得住马云吗？我能蒙得住肖建华吗？我能蒙得住安邦吗？我能蒙得住范冰冰吗？60多家中国私营企业被中央一个一个的谈，全部交出股权，68家企业无一家敢拒绝的，而都是以家人做威胁，你敢不配合，你家人孩子都将受到生命安全威胁。而且从那天起所有护照都收了，你个人出国办业务国家支持，驻外机构全力配合，部分财产归你，全部归国家。这不就1927年的希特勒吗？1927年到1942年到1972年之间，整个德国的变化，也就是民主独裁再到民主的过程的变化，
收了，国有了，通过这个手，国有又发给别人利益集团了。所以我告诉美国政府，一定从现在起对所有的共产党员的在美国的甚至美资资产在欧洲在其他国家全面查封，一个也不能给他留。江泽民家有多少钱，甭说猪都知道，那死了的猪都知道。朱镕基家多少钱，光在这块有多少钱，多少房子，那死了的母猪都知道，对不对啊？王岐山家多少钱，王岐山有老婆侄子外甥多少钱，光这些年反腐在整个瑞士在中东在这个海外的油钱，我知道几个大账号都被王岐山给闷了，天大的钱。那安哥拉石油一年20%供应了中国，整个中国量的20%来自安哥拉，中间的油钱呢去哪儿了，既没去安哥拉，中国老百姓买的最贵的油钱去哪儿了，许晋华还关起来了，钱在哪儿呢，俄罗斯那石油钱去哪儿了，我说出来吓死你们，盗国贼以为我吓唬你呢，我说话的那20000亿美债怎么样，看看美国总统怎么说的，本来给美国总统说这个美债就是1.5万亿，不对，好好算算，算就是20000亿美元，最高算2万，那就20000亿。大家听着，看这20000亿会不会发生？啊，隔空取钱，那不是吹牛呢，我没时间给你吹牛。香港的港币和人美元的汇率会急下直垂，然后共产党就会想尽办法把港币叫做脱钩，变成人民币，港币消失，香港彻底经济被侵略，一定这结局。美元到港，人民币到美元7块，到7.5块8块，然后往上一下就搂过10去了。大家知道，我说过做空马云那天到今天，马云股票跌了多少钱？微信的股票打5折都不算数，微信50%以下。啊，大家想想吧，盗国贼他能有什么路可走？中国产什么呀？除了产骗子，产盗国贼产啥呀？产芯片，产科技，产 AI， 产 blockchain 数据链，都是假的。京东也快结束了吧，不都是 copy 的吗？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届的川普总统说是在跟他做什么桌子底下交易，绝不可能。就像我们这个美国拥有的中国国债一样，我们叫1949国债，1949的国债一样，给总统报告1.5万亿，最后再重新算，最高的时候算20000亿，美国财政部就有权干这事儿，一张纸。大家可以看到，未来的就这几天，随时也可能今天下午，就我头两天说的那一张，有一张纸就会出来，类似啊，不是这张啊，类似这张纸就会出现。这张纸出完以后，中国的整个中港香港港币美元人民币汇率，你们会看到过去30年没有发生的事情。盗国贼不信邪，没问题，你不要穿鞋，穿脚镣，而且是美国产的脚镣，不是东莞产的。我现在不想说那么多，开会以后回来没说那么多，一切都是刚刚开始，阳谷深陷现大现。阿弥陀佛，我是菩萨耶稣穆罕默德，万福万世保佑，是十一中国人民早日脱离共产党的统治。福建马总统到我这里，让中国人民信仰最有宗教的宗教。万福万世保佑，是。阿弥陀佛，我就不给大家说了啊。今天你们知道我有多大的事儿要办，
以后再给您公布。谢谢战友们，一切都是刚刚开始。